主人在厨房做好吃的。二哈急得上蹿下跳，猴急的样子笑得人肚疼。兄弟们，马上中秋节了，打算给狗狗们做一个月饼。现在他躲到我厨房了，闻到里面的馅儿，里面好吃的味儿了。你给我出去，出去！你给我淡定点，在这守着吧，等着吧，一会儿都好了，不要打架啊！大黑做好了，给你们端出来就可以吃了啊！啊啊！馒头，哎，馒头，馒头，馒头，想不想吃馒头？想吃吗？馒头，馒头，哎，别扒门，别扒门，门坏了，馒头。那边锁着嘞，那边锁着嘞，馒头。哎呀，这边开这边的门，馒头这边可以开，这边啊，去吧，等不及了，等不及了，都来等着了。哎，正好来了，来吧，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么多面粉行不行？啊，可以。哎呦，别烧着你了。因为马桶这家伙呀，就是那个。他们不能吃传统的月饼太甜，所以说我们给他做上各种丸子馅的。你看啊，咸月饼，对，这是个芝士丸子，还有羊肉的，还有这个各种，还有肚包肉，还有这个火腿肠，还有这个大这个肚包肉，还有香菇的，这一碗打算给他做成月饼，好吧？给一口先，给啥一口啊？你们吃吃一会儿都没了，我跟你们说，小华给，丢丢。你们再磨叽一会儿就吃完了，再吃。再等着吧，等，好好等着吧。好，走。给你们做好，做好了再吃啊，去吧。啊，还有还有。给大家说一下这面皮儿，你看啊，我们取点面粉，搞点面粉，然后再倒点小苏打。哎，马桶去偷了。啊。好，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锅里面呢烧一点热油。马桶，我这烧油了干啥的？你来这捣什么乱呢？烧一点热油啊。一点都行，不用给它太油。放一会儿呢，再给它放里面两桶酸奶，然后给它做面皮儿啊。等做好之后让大家看。你们先出去吧，淡定一点啊。好，等着我的成品吧，走吧。等不及了。你别激动啊，你就给我淡定一点，在这给我守着。做个吃的，你看你搁这上蹿下跳的，你急啥呀你？你啃着个钢筋棍吧，被关起来了吧？好受了吧？你去厨房闹啥闹啊？啊，给你做好了，自然而然就让你吃了，着急没用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啊，你看你这个熊样子，馒头，关禁闭啊，等我做好了你再出去，要不然就会瞎捣乱，让我干不了活。啊，等着吧，天天是吃货本性啊，暴露无遗，你知道不？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你看他刚才跟他扒门开门，到厨房上蹿下跳，又是扒热锅的，又是扒盆的，啊。可不知道他是谁了，一直捣乱，你就不能淡定一点，你就不能消停一点，老实一点，嗯，小样，关你笼子里好受了吧？不嘚瑟了吧？给我等着啊！我去忙了啊！你做个饭都做得不安生，你还生气呢？你看你这个熊样子，你还生气呢？你生啥气啊你？你可信就你要真生气你就咬这个钢筋棍，你把这个笼子拆了啊，把这个钢筋棍给拆了，对，把它咬了啊，咬了它之后就有能耐了，就出来我就不管你了，好不好？小样，你天天猴急猴急的，你猪八戒吧，你是哈是猪，你就是一头猪，嘿嘿，信求我，等着吧，我去做饭啦，我去给你做好吃的啦，傻子，拜了个拜。